关七月十号上午十点许，新化区太平街与民权街口有民众驾驶普通重机车闯红灯，并与一部自小客车发生擦撞，双方事后均未互留联系方式，已经自行驶离现场。因为自小客车驾驶于当日晚上至本分局事后报案，本分局已依规定受理及调阅监视器访查事故当事人，本案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规定处理中。